你们觉得会怎么样？然后开始嬉皮笑脸，谁懂啊，家人们？谁懂啊，家人们？大无语事件，我真的双 Q 了，我真的双 Q 了。谁懂啊，家人们？我操，这补刀！我得好好补。哎，先选剑魔就是容易被后选选这个，主要晋级赛，不是晋级赛我就秒了，玩的烦死。谁懂啊，家人们？大无语事件，我真的双 Q 了。猴子在笑，我真的双 Q 了。就是那个，咱说就是那个，就是说，咱就是说，我都不会被冲了。咱就是说，这个石头人真的很难打的，谁懂啊，家人们？别怕明老师，我怕的要死，我不怕呀。你惨了。哎，反正他种族就是这些。恶心自己，嬉皮笑。我想要买CD鞋打，算了，还是买这个吧。出 AP 的也这么痛吗？这一巴掌的话我要死了，我操！操了！我操，打不过出 AP 的石头人，我真的无语子了，家人们。我真的无语子了，咱就是说真的无语子了。我靠，这石头人带这个湮灭宝珠一秒出片。谁懂啊，石头人带了这个一秒出片，无语子一秒钟出片，我操！一进来就咱就是说无语死，谁懂？我操，真的太难受了。言归正传，这石头人怎么打才这么难打呀？那这出 AP 我都有点敲不动他。86的护甲这么高，那剑魔真下头，肯定。下路是优势。
我现在碰到石头人一点自信都没有，这屌东西。他出肉出 AP 都厉害。跪下！你们这些凡人。卡的话，坏游戏。我操 ！Q 二掉层皮，这不躲都灰心，他妈多吃几十点伤。哇操一个 Q 两百。掉层皮。还不走。肉流量打肉石头很好打，是吗？我的血量要被秒杀了，说实话，算了，后退一点。他是大过来一下我就死了。就他的血量。这英雄强就强在他不需要出什么装备，他的输出也很高，而且特别肉，你很难杀他。他是低成本高收益，那对于那些高成本就可能就有点低收益，你知道吗？就很烦。这很难受。我操他妈老子都快死了。他一个不假鞋加这个我换不过他呀，这血。你是发现我打石头人总是杀不了队的，我很讨厌打这英雄。我打诺手打武器打电机什么都有机会，因为他会上来跟你打，而且他没有那么奇怪的英雄。这个就不一样。Thank you.
打多手当然是容易的多，有病！哇，真的无语值，石头人下去，拆了吧？感觉他没魁章体打，难打，对，都差不多，这俩玩意都一样，魁章体他砍了他还是变态，没任何差别，砍了他还是厉害的。 连体你杀不了，连体就要死，他只要叫个队友，你就基本上就要挂。哎呦，难受死了！我得先买个护甲先，去一趟中路，十级打十级，幺幺幺。 菠萝哈密瓜，这里应该没了吧？我去上路。 还不让我打杰斯算了。 这是，哈哈哈哈哈！可以，我没技能，谁懂啊，家人们？谁懂啊，家人们？ 谁懂啊，家人们？这剑魔黑切加布甲鞋跟巨蛇短臂一秒出片，真的绝绝子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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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真的爱了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哎，这我先问一下，会不会冲啊？会不会冲啊？啊！ 一秒出片啊！自己来带线的，我操，这么勇，真算是同一刀，带过去。 真像，真像！哦，爆了哥！哦！啊啊啊啊！啊！啊！ 他这里应该搞一个统计收益，让我看一下这个
护甲鞋他能挡多少？在吵架，哦，他们在吵架，这卡莎停在那里，那一秒钟不动，应该是在吵架。他们在干嘛？石头人。哎，为什么塔会打我？啊，为什么没有人？加油！怎么打成这个逼样子？这是为何？怎么打成这个样子？操！冰女的一拳，得出个复活吗？看情况吧，不需要也行。复活甲也可以，但是复活甲卖3000块，加点钱能15。因为很多时候你倒下了不一定站得起来，主要是那个暴风剑不一定有盒子出吧。来得及，哈哈，你是跑不掉的兄弟。两个抠带走你，当然有人要问了，这是什么分段呢？明宝，这个是下来个的 diamond 的晋级赛，打到大师的晋级赛。分一下真好上，我操，打到大师只要一个 BO3 就搞定了。15都废，还是破剑者。这破剑者的装备太好用了。不振奋怎么样？闪光弹，哈哈，我操，这大树牛，炮弹败照，本质还能 K 的，这大树戴两个面具，
两个面具，嘿嘿，换着用才可以。算了，我回去吧。或者跟安妮先把这个拆了。走喽！又打起来了！我操！让我来救你，哥们！结束了，已经结束了。这大树玩的真好，定技。没点关注一定要点个关注，不喜欢我一定要点个。